叫王宇轩，身高168公分，体重48公斤。兴趣是看动物影片。谢谢。成照片，当天真变回童年，当星星变成想念，我变成了谁？当午后没有咖啡，当城市没有失眠，当期待变成等待，你会在哪边？原来我们的相遇是需要一念之间，你转身我的追逐，是不是我们的命运捉弄着时间？我会在你熟悉的十字路口，想象有天你会从这里经过，或许青春就是